每座城市都会在时光的打磨下出现独特的历史风貌。北京中轴线不仅是中国首都的中心地标，更是华夏文明的精彩印记。这条轴线从永定门到钟楼，全长7.8公里，是世界上现存最长最完整的古代城市轴线。北京中轴线历经7个多世纪的风云变幻，也常被人们称为北京这座城市的灵魂与脊梁。同时，它也连接着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人们的从前和今天。2008年8月8日晚，北京奥运之夜，29个烟花脚印，以永定门为起点，一路向北，一步步走向奥运主会场。无以伦比的中轴线，统帅全局。用璀璨的焰火，沿着庄严对称的建筑，完成了一场跨越时空的表演。刹那芳华，瞬间永恒。那一刻，全世界读懂了中国人的骄傲。从周礼之治的营建原则，到历代王朝的都城兴废，在史籍的记述与遗址的发掘中，我们总能见证中轴线异乎寻常的魅力。考古学家发现，除了历朝都城，即使在最繁华的城市，也没有勘测到中轴线的印记。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城市建设的最高规格，是专属于国都的顶级配置，也是一座城市至高的荣耀。宋太祖赵匡胤在都城开封落成之后，曾经端坐正殿，令人将重重宫门全部打开，沿着笔直的御街极目远眺。他告诉左右官员说，这条笔直的大道就像我的心一样，倘若稍有偏斜曲折，每个人都能一眼看到。这就是开封城的中轴线，它蕴含着赵匡胤忠正不已的治国理想，由此也透视出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层智慧。中国的中字代表儒家思想中的中庸之道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，更是对中轴线最好的注解。回望这条线，就会发现这条线的源头是如此久远，久远到中华文明萌芽的那一天。
这件绿松石龙由2000多片绿松石组成。这件文物的出土，为中华民族的龙图腾找到了最直接、最正统的根源。出土绿松石龙的二里头遗址，是中国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都邑。这里中国地处北半球，大陆性季风气候显著。古人发现，建筑物坐北朝南，可以得山川灵气，受日月光华以养身体，有利于采光、取暖、通风，建成习俗。这种对正南正北方位的强调，对后世都城的营造产生了深远影响。面南而往，成为古代都城规划之圭臬。坐北朝南，顺应天道，决定了建筑的方向。深化到上层建筑，出现了面南而往的理论。升华到礼制，就有了周礼、考功绩、匠人营国的原则。在这部书中，对都城的主体建筑进行了简要的描述。面朝后室，左祖右舍，形成了中轴突出、两翼对称的城市格局。最早出现中轴线的都城是曹魏时期的洛阳。黄河滔滔，洛水茫茫，洛阳天下之中，名山大川拱卫，诗书礼乐基石。历史上没有几个城市曾有过洛阳昔日的辉煌。东汉的洛阳城，市面繁华，商业发达。洛阳城的宫城从西汉多宫演变到南北两宫对峙，占据着都市的中心位置。此后的曹魏邺城，从根本上改变了南北宫过于分散的格局，形成了都城规划史上一种新模式。官渡之战后，曹操大败袁绍，一统北方，把邺城作为他自己的王都。邺城在历史上存在了1200余年，现在只剩下了遗址。邺城前承秦汉，后起隋唐，开创了城市以中轴对称布局的先河。它的单一工程制度，都城空间功能有别、区划规整的设计理念，为以后中国历代都城沿袭提供参照，是中国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里程碑。大江东逝，江山千古依旧，遥想英雄人杰，却已无处寻觅。
曹操66岁大病不起，在他去世以后，他的继承人曹丕以接受汉献帝禅让的名义，冠冕堂皇地登上了皇帝宝座。为了延续王朝的正统，曹丕决定将国都从邺城回迁洛阳。洛阳借鉴了邺城的设计方案，以一条南北贯通的主干道，将城市划分为两个对称的区域。在这条街道的左右两侧，分别建有象征着皇权和政权的太庙和太社。而这条承担起中轴线作用的街道，因为魏明帝曹睿曾将一对铜骆驼摆放在街头，故而被称为铜驼大街。千年丝绸路，悠悠新驼铃。2000年前，随着曹丕将都城迁至洛阳，洛阳成为当时丝绸之路上重要城市。2000年后，作为一带一路上的重要节点，洛阳也将迎来又一个崭新的起点。如果说我们在后来的城市中去寻找铜驼大街的影子，它其实相当于北京城的前门大街。在前门大街正中央有一条石板路，正处于北京中轴线上。前门大街形成于明朝永乐年间，明成祖朱棣下令从南方迁富户入京，修建廊房让他们居住经商。600年过去了，这里依旧商贾云集，车水马龙，现在依然是全北京最繁忙的街道之一。2018年，一首西安人的歌唱出了西安的青春气息，也唱出了西安人对于城墙的独特依恋和情感。巨大的西安城墙奠基于1400多年的隋唐长安城。从西安城墙望下去的这条街叫朱雀大街。在当时的长安城，朱雀大街是唯一进入长安内城的大道，也就是唐长安城的中轴线。西安人的城墙下是西安人的火车，因为在我们过去的时候，你什么时候才到了西安呢？当你火车过站的时候，看到城墙的时候，就到西安了。今天的火车不再经过西安的城墙，今天的朱雀大街也不再是西安的中轴线，但是城墙和朱雀大街见证了西安几千年的变迁。对于西安人来说，他们更像是家的象征。
一树明霞五凤楼，一门自古帝王州。夜幕降临，华灯初上，鼓楼广场似乎换了一副模样。作为中国夜市的鼻祖，开封的鼓楼夜市每晚接待海内外游客上万人，悠扬婉转的叫卖声和餐具的碰击声汇成了一曲动人的交响乐，让人驻足留恋。2010年上海世博会，中国馆一幅巨型的动态数字版《清明上河图》引起轰动。在这幅民生画卷中，开封的中轴线御街也宛在其中，引导着观者的视线穿越整个城区。开封御街的历史甚至比宋朝的历史更为久远。早在唐代中叶，宣武军节度使李勉修筑开封的前身汴州，就以这条中心线为轴，建造了一座方正有度、规模宏大的新城，并且为后世在开封定都者沿用与扩张。北宋将开封设置成外城、皇城、宫城重重相套的回字形布局，在中轴线两侧，皇城与宫城之间千步御廊之南，对称地设置有太庙与社稷坛，以对应左祖右舍的城规。然而面朝后世的思想却没能在开封的修筑中贯彻下去，许多热闹的商市皆设置在皇城之前。面朝后世的规划理念要等到100多年后，元朝在修建元大都的时候才得以实现。元大都的后世就在今天鼓楼地安门一带，商业贸易的繁盛影响至今。古代中国商业的繁华在宋王朝时期达到巅峰，一卷《清明上河图》会尽人间富饶事。然而就在这缤纷盛世背后，却始终埋藏着来自北方的隐患。这和宋之前的历史进程休戚相关。强盛至极的大唐帝国落幕之后，长城沿线的中原地带再度陷入政权更迭的乱世。936年，当石敬瑭成为后晋的最高统治者时，他向位于塞外的一个草原帝国契丹俯首称臣。借助契丹帝国的武力支持，石敬瑭做了7年后晋皇帝。作为回报，他将长城沿线包括幽州在内的16州割让给契丹，史称燕云16州，而今天的北京当时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。
失去了燕山这座天然屏障，草原民族入侵，在一马平川的中原地区如入无人之境。此后400余年，收复燕云16州，成为中原王朝梦寐以求的理想。大宋之初，赵匡胤曾经有过设立封装库的举措。封装库的职能是从每年的财政收入中划出一定比例的盈余存储起来。赵匡胤的想法是，在储满500万民时，向契丹赎买燕云16州。如果契丹不肯，便把这笔钱作为战争经费。燕云16州成了大宋心中永远的痛，而北京城在经历了分裂时期、江南帝都的时代过渡之后，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王朝都城时代，逐渐走到历史舞台的最前面。一条对后世影响深远、全长7.8公里的中轴线，也将诞生在这个城市。